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道汽车的小叔，今天来介绍一台2017年刚入库的阿迪士。那这台是1800cc， 那是尊爵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外观。看一下车内配备，那这台的话它有在原厂做保养，所以它是有原厂的保养记录。那里程的部分呢是103671公里，都有做里程的保证。方向盘的部分呢有音响的快控跟定速功能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影音配备，这边影音配备的话它有收音机，然后还有光碟的功能。那如果说你有USB 的音源线的话，可以直接连接手机播放音乐。然后冷暖空调的部分，你只要按 Auto， 它就会自动控温。那安全配备这边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它有前后的行车记录器，还有循迹防滑，然后还有前后的倒车雷达，并且它有盲点侦测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引擎室。那我们车子呢都有做第三方的认证，那我们售后的话都有2年的保固，并且我们车子呢都没有事故，没有泡水，也不会有变造车，然后全车都是原版件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知道大家最在意就是价格的部分。去问老板，这台的话现在只要49.8万。那如果有喜欢的话呢，欢迎来打友找小猪。那最后的话，影片喜欢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实在就是 SUM。